哥们都失恋了，你要再这个时候抛弃我们，你还是不是我兄弟了？我现在要告诫你，女的都一样，不管是少女还是姐姐，我被她给骗了。兄弟，你听我说一句话啊，如果一个女开始图你的钱的时候，就代表你身上没有别的地方被她图了。谁说的？我明明比条。你哪比我强？我。哎，小心一点啊！哎，等一下，门口那里啊！我知道，厕所太远，我能走？你看厕所干嘛？小心门啊！哎，没事吧？哎，这里没事儿啊，这样可真好。门在那边。呀。走了，来，